现在我们来讲一个飞来峰的故事。很早以前啊，杭州灵隐寺有个叫祭颠的和尚。这个祭颠啊，与别的僧人不同，他不敲木鱼，不念经，又喝酒来又吃肉，手里啊还拿着一把破蒲扇，等天呢整天呢就东游西荡，疯疯癫癫，很不守佛门规矩。因此啊，大家就叫他疯和尚。这天晚上，祭颠呀迷迷糊糊的醒过来，只见太阳透过窗户晒到他的脊背上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他伸伸懒腰，下床穿衣，拿起那把破蒲扇，接拉着一双鞋，晃晃悠悠的就往外走。他刚跨过山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老远老远的天空飘着一朵乌云，径直向灵隐寺徐徐飞来。待他仔细一瞧，不对，这哪里是什么乌云，竟是一座小小的山峰。推算起来，这座山峰到53刻就会在灵隐寺前面的村子上落下来。这下祭颠和尚可急了，转身朝大殿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叫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山药飞来了。和尚们听了，一个个都笑起来，说：这疯和尚又发酒疯了，谁见过会飞的事啊。祭颠和尚跑遍了整个灵隐寺，不停地喊叫，叫得嗓子都冒烟了，寺里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。他就又跑出灵隐寺，奔到前面的村子里，头一个碰到的是老头儿，他就说：今天53刻有座山要飞到这个村庄上来，叫大家赶快搬家吧，迟了可就来不及了。没想到老头儿听了直摇头：疯和尚，你又来寻开心了，谁见过会飞的山啊。第二个碰到的是老太婆，祭颠和尚说：一座山要在今天53刻飞来，要落到村庄上头，叫大家赶快搬走吧，迟了可就来不及了。没想到老太婆听了也不信，一个劲的摇头：师傅，叫我们往哪里搬呀，这要是一座山掉下来，压死了也只好认命了。第三个碰到的是个小伙子，祭颠和尚又叫他搬家。小伙子听了恨着鼻子说：哼，你别吓唬人了，山压下来怕啥，我拿肩膀扛着。祭颠和尚呀，这家进那家出，不停地劝说，不断地督促人们搬家。他从村东跑到村西，气喘吁吁地跑遍了整个村子。他心里急得冒火，说得口干舌燥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肯听他的劝告，更没有人准备搬家。一群小孩子还跟在他后面，学着他的样子，嘻嘻哈哈地闹着。祭颠和尚呀，实在太累了，就靠在村口的一棵大树底下坐了下来。他急得头上汗珠直滚，拼命地摇着破蒲扇也不顶用。他索性靠在树上，闭目养神。大家见了，都笑了起来。这疯和尚叫别人搬家，自己反倒睡起觉来了。其实呀，祭颠和尚根本没有睡着。他是在想办法，太阳越升越高，眼看着大会就要临头，可就是没人肯信他的话，真急人呀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传来屋里哇啦吹唢呐的声音，祭颠和尚忙顺着声音跑了过去，原来是有一家在办亲，在娶亲办喜事呢。那新娘子头上蒙着红盖头，新郎官肩上披着彩带，正在磕头拜天地呢。
屋子里挤满了人，热热闹闹，喜气洋洋。祭奠和尚一下子就有了主意，他很快跑进办喜事人家的院子，一把抱起新娘子往街上一扛，转身就冲出大门，向村外飞快地跑去。疯和尚抢新娘子啦，疯和尚抢新娘子啦。这还了得，一下子全村都轰动了，不管是不是亲戚，也不管是不是朋友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起冲出了村子，边追边喊，抓住疯和尚，别让他逃掉了。祭奠和尚扛着新娘子一个劲的往前跑，好家伙，后头跑着一大帮人拼命的追赶。祭奠和尚扭头一看，来了拉门栓的，抡扁担的，扛棍子的，举锄头的，挥铁耙的，帮着叫喊的，爱看热闹的，老的少的都有，人山人海，都追出村子来了。祭奠和尚心里那个高兴，精神倍增，只见他脚底生风，一口气跑出去一两里地，村里的人们呀也一口气追出一两里路。突然祭奠和尚停住脚步不跑了，他放下新娘子，自己往地上一坐，摇着破蒲扇，扇风乘凉了。大家追到跟前，正要上前抓他，不料一霎时天昏地暗，大风刮得呼呼响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所有的人都被震得跌倒在地，头昏眼花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这时祭奠和尚却在一旁摇着破蒲扇大笑，等大家站起来，已经风停云散，太阳正高高的挂在头顶，大家定睛一看，自己住的村子不见了，却出现了一座小山峰。他们这才如梦初醒，终于醒了过来，原来疯和尚抢新娘子是在救大家的命。村庄被压在山底下，人们都无家可归了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，人们庆幸自己活了下来，就一起谢过祭奠和尚，准备回家重建家园。这时祭奠和尚就说，大家别走，这座山峰啊，既然能从别墅飞来，说不定还会飞到别的地方再去害人，我们要叫他来得了去不了。现在大伙儿就跟我到山上找500个石罗汉，把这山给镇住，不让他再去害人，你看好不？大家听了都在想，对呀，不能再让他去祸害别人了，就齐声说好。可是现在家没了，要找石罗汉哪里有工具呢？祭奠和尚说，不要紧，我来想办法。说着呀，他脱下袈裟，就那么轻轻一抖，哗啦一下掉出不少锤子，又一抖，哎，连着抖了4416响，抖出锤子凿子一大堆，大家纷纷拿着工具爬上刚刚飞来的那座小山。顿时啊，漫山遍野发出了叮叮当叮叮当的声音，大家齐心合力，只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，就把500罗汉凿全了，山上山下到处都布满了石龛佛像。祭奠和尚一看，500罗汉一个个都只有身体，没有眼睛眉毛，于是他伸出手来，用长长的指甲在石罗汉的脸上擦擦两下，就是眉毛，再用指头丝丝两抹，就是两只眼睛，不到半天功夫，
500个罗汉通通有了眉眼，活灵活现啊。从此这座山峰再也飞不走了，永远地留在灵隐寺对面，人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飞来峰。至于那金天和尚，听说他给石罗汉安上眉眼以后，走下山来回到灵隐寺，在弥勒菩萨的肚子上摸了三下，就摇着破蒲扇笑眯眯地腾云驾雾走了，谁也没有再见过他。再后来呀，飞上了飞来峰的上面的500个罗汉不断地迎接着前来观赏的客人，客人们呀无不赞叹打造石罗汉的工匠精湛技艺，无不被金天和尚救难护民的德行所感动。